而他最大心愿是和刘雨昕一起跳舞。帅，谢谢，帅了，太帅了。四位队长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帅，太帅了，帅，还能再想出第二个字来了吗？太帅了，特别帅。好嘞，我的天哪 ，My God， 为什么给夜莺带一同船呀？我中国人。Go，M Go。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心愿卡，请看大屏幕。Raspo 的心愿单啊，最重要的事情是尝试如此多的挑战啊、嗯。最遗憾的事情是第一轮没能拿到红色毛巾。最好的朋友就是涂鸦喷漆那支舞蹈的南瓜车组合，而他最大心愿是和刘雨昕一起跳舞。来，雨昕队长。谢谢雨昕队长，哇！谢谢，厉害！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两位的心愿，我们看一下。Hiroko 最骄傲的事情是穿高跟鞋 battle， 最遗憾的事情是作品里没有大胆挑战自我。最好的朋友 Deacons， 最大的心愿再次参加这节并且入决赛啊！我们看看八度的最骄傲的事情，在节目中经历成长，挑战自己，改变自己。最好的朋友南瓜车，最大的心愿希望继续成为更好的舞者，让更多人喜欢跳舞。其实回想一下整个节目参加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困难重重，但是也经历了很多很好的回忆和收获。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会选择继续努力，成为这一生中都看到非常优秀的舞者那样去成就自己。日本から挑戦しに来て、すごい大変やったんですけど、すごいいろんな経験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です。本当に SDC で人に伝えるアイデアだったりとか、例えば道に迷った時とかに、こう安全な方じゃなくて、ちょっと挑戦の方を選んだ方がいい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一番言いたいですね。またこれを機会に。頑張ろうと思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再次感谢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谢谢。今年的主题是青春季，对于每一个舞者来说，特别是年轻的舞者来说，是很大的一次挑战。当然，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以队长的身份站在这个地方，也算是我们一起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我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这个初心一直熬到底，把这个信念坚持下去，就可以一直 battle for hope， 加油。时间很快，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进步，大家的所有的变化，都是可以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作品里面体现出来的。可能很多一开始只能跳作品的人冒险去参加 battle， 可能之前是 battle 的人跳了很多的作品，可能很多人什么都会，然后但是在这里又不断的挑战自己的上限。现在音乐是 hiphop 啊，仔仔要 hiphop 音乐，仔仔马东杰选择是 hiphop。
个舞者，把你们的所有的能量、你们的汗水、你们的时间、你们的精力全部投入在这个舞台，感受到你们对于街舞的态度是真的是很有感染力。我相信你们在这整个过程中是有很多的开心、感动、痛苦，也有很多很多难忘的回忆，就很不自信，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们的东西不好。没有，哎呦，然后今天我们做到了，我很棒，精彩，精彩。この番組出て伝えれるのは喋れなくてもダンスで伝えることができて嬉しかった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也是能看到真感情融入在里头。我们是最棒的。Like I told you, yeah, you are the best. 没关系，没关系，八宝都永存。This is not the end. 八宝都永存，记住了。为自己而战，加油！台湾教练，加油！这一季的年轻的，其实就是未来的新的力量，所以你必须要有责任心，对，让他们变得更好。因为他们是我们街舞的未来。嗯，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有这种比较像的经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只要是全身心的去投入吧，然后不要去想那么多，所以那个结果还是会是好的。你们要加油，好，醒醒 ，OK， 啊，真的真的，好，加油，好好拿出来，干巴的。如果你们想成为更厉害的大师，想去更高的舞台的话，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抓住这个机会。对了，嗯，那希望参加过的节目的选手们可以给一些新人更多的力量，给他们更多的支持，给他们更多的建议，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的努力向最后的那个终点出发。也想要感谢这每一位选手，包括之前没有走到这里的选手，包括大师团们，我知道有很多的你们的付出在背后，也完全是把你们的时间和精力是完全 support 和支持我们所有的选手们。我觉得每一个选手都会留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也在我这儿留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难忘的一个 memory。 这一季的主题就是 Battle for Hope，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节点， Battle for Hope 是一个过程。希望在这里学到的这种态度和学习的好奇心，对于人生和你们的热爱的坚持和这种争斗 battle 的一个精神，是希望可以继续走下去。 Battle for Hope， 真心的希望可以在不同的更大的舞台、更大的平台，希望他们是可以越来越成长，